心经与生活禅，心经到底说了什么？佛陀以他的大智慧引导我们走向觉悟，达到涅槃的境界，这是心经所传达的核心意义。我们可以把这个话题分为两部分，一是心经到底说了些啥，二是禅在哪里，心经说了什么。先来看第一部分，心经到底讲了什么。我们可以从四个小方面来聊。一，大智慧。心经讲的就是大智慧。在佛法中，智慧分为智和慧。智是指对有形事物的了解，而慧是对无形空理的理解。智可以照亮一切现象，慧则能鉴别真理。大智慧就是综合了这两者。二，破执着。心经要我们彻底破除对自我和法的执着，连破除执着的意念也不能有。就是说，你不仅要放下，还要放下你放下这个行为。三，到彼岸。只有破除了执着，才能到达觉悟的彼岸。但心经也教我们不要有我要到达彼岸的心。它告诉我们，无智亦无得，完全放下才是解脱之道。四，大自在。在大智慧的引导下，我们最终会达到涅槃圆满佛果。这个圆满的智慧归结为无所得，一切都在深邃的般若智慧的指引下实现。大智慧，所谓大智慧，根据佛法的解释，智是了解具体的事物，慧是理解空理。智能够照了现象，慧能够断掉烦恼，达到真理。这就是佛陀所讲的大智慧的含义。心经其实就是一本讲大智慧的经典，它是诵读最广，字数最少，但却是最重要的佛经之一。古代佛教大师说，心经是万法的根源，是大般若经的精华。只有菩萨以深邃的智慧，才能真正理解和实践心经。这部经的重要性在于它揭示了般若这一核心智慧，把佛教的理论基础解释得淋漓尽致。缘起性空是佛教思想的核心，要理解这一点，必须通过深刻的般若观照，才能打破一切假象，看到真相。当你照见色、受、想、行、识的五蕴皆空，就能突破一切障碍。这时候，你的心地会像晴朗的天空一样清净无碍，般若智慧的阳光高挂，一切生命都自由自在。这样，自心才能安详，这才是佛国的净土。智慧有如此强大的作用，所以学习心经非常重要。通过心经，我们能够理解佛陀的大智慧，并在平凡的生活中找到那份内心的安宁，最终到达觉悟和解脱的彼岸。般若思想是佛法的核心观念，只有在般若智慧的指导下，我们所修的一切善法才是真正无为无漏的善法。大智度论提到，有般若在世就等于佛在世。为什么呢？般若波罗蜜是所有佛的母亲，佛是以法为师，而这个法就是般若波罗蜜。如果师在母在，就不会失去利益，因为利益的根本在于此，所以有般若波罗蜜在世时，佛也在世。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出般若的重要性，看到般若就等于是看到佛，看到法。般若是佛的母亲，也是我们众生离获得真理的根本依靠。所以说，得见般若，即为见佛。心经所说的般若妙智慧，是我们自性中本具的一种无漏慧，它完全来自于真心的流露。这种智慧离过绝非，纯净无染，指导我们离苦得乐，超越生死，同登觉悟彼岸。般若在佛法中非常重要，它的作用和功能是首要的。我们平时说的见地，实际上指的就是般若见，因为般若能洞悉一切事物的缘起性空，破除我执和法执，扫除内心的所有执着和障碍。所以诸佛及菩萨能够利益一切众生，般若就是他们的母亲，能生养他们。佛是众生的父亲，而般若能生佛，所以般若是所有众生的祖母。有般若就有佛，因为般若是佛的母亲。佛以法为师，而法也从般若而来，所以佛法的根本在于般若，般若在世就等于有佛。由此可见，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是诞生诸佛的经典。心经上说，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所谓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佛所证得的无上正等正觉圆满的佛果。没有般若就没有佛，没有佛法又从哪里来呢？所以说般若是佛的母亲，是成佛的根本。简单来说，般若就是佛法的核心智慧。通过这种智慧，我们能看破一切幻象，找到内心的清净和真实。因为有了般若，佛才得以成就，我们才能找到修行的正确路径，最终脱离生死轮回，达到究竟圆满的境界。破执着，破除执着其实就是打破我们内心的障碍，突破生命的局限性。我们的生命中有很多限制，有些是由无数人世间的善恶业报所造成的，有些是我们在这一生中由于六根与外界接触后产生的种种分别心和执着心，久而久之形成了很深的执着和障碍。心经告诉我们，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也就是说，照见五蕴皆空就是破除执着的关键。因为执着的根源在于我们的生命，执着的土壤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从哪里倒下的，就要从哪里站起来。不仅凡夫染污的五蕴是空的，连圣贤清净的五蕴也是空的。五蕴就是生命的总体象征，是我们内在与外在的一切活动的总和，也就是我们的生命活动。生命活动包括身体、语言和思想的三重表现，以及行走、坐卧等各种活动形态，这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生活。生命的基本要素是色、受、想、行、识，这五个要素的活动构成了我们的生存。一旦离开了这五个要素，我们所谓的生命和生活就无从谈起。然而这五蕴又是不断变化，无常无我的，始终处在变化之中，所以我们不能执着于这些。虽然生存的内容和方式千差万别，但归根结底都是生活的表现形式。因此人类的一切活动其实都是生活的一部分，所以破除执着就是看清我们生命与生活的本质，接纳其无常和变化，不执着于表象，这样才能彻底突破内心的障碍，获得真正的自由。心经开宗明义的第一句就提醒我们要正确面对自己的生活和生命的实相。心经里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这里的照见就是指般若智慧的观照力，般若的功能。五蕴代表我们的生活内容，而皆空就是通过这种观照力突破生命中的各种烦恼所显现的真理。空的究竟内涵就是涅槃。这照见五蕴皆空六个字其实浓缩了佛法的全部。有修行的功夫，照见有见地皆空，还有非常具体的转化对象及五蕴，也就是我们当前的生活和生命。学佛修行其实没有别的，就是如何面对当下的困惑和烦恼。因为离开了当下，你就找不到生命，找不到生存，找不到生活。所有经典和历代祖师都在强调，修行就要落实在这一念心当中。这种观照的功夫其实就是禅的功夫，解决的核心问题是要达到五蕴与空不二的境界，即心经揭示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是精神和物质、烦恼和菩提、生死与涅槃平等不二的境界。只有当禅与五蕴、空与五蕴、照见与五蕴达到高度统一时，才能真正促进身心的净化，转变身心的烦恼。所以心经告诉我们的第二个重要内容就是破除执着。破除执着其实很具体，不是空洞的，需要从你当下这一念心开始。离开了当下去谈破执着，就像在沙漠里找水源一样，是根本找不到的。总而言之，学佛修行最终目的就是在生活和生命的当下，找到那份内心的平静和智慧，打破所有的执着和障碍，过上真正自在的生活。到彼岸呢，其实就是破除了执着，展现出无限潜能的智慧，也就是涅槃，能够观照事物真相和所观察到的真理不分彼此，这就是涅槃。所以彼岸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它就在你当下的一念心里。不要以为此岸和彼岸相距84000里，不对，此岸和彼岸都在当下这一刻，只需一念顿悟，众生便即刻成为佛。
般若这个词在汉语里没有完全对应的词语，勉强可以翻译为智慧，但佛家所说的智慧是超凡脱俗的大智慧，绝妙智慧，主要指的是二空所展示的真理，是无为无潜能，能够摆脱所有执着，远离一切对立的真正大智慧。波罗蜜一词可以译为到达彼岸，到彼岸就是解脱，是达到涅槃的境界。大智度论讲到，为什么叫般若波罗蜜？答曰，诸菩萨从初次发心追求各种智慧，在这个过程中了解诸法的真实本相，这就是般若波罗蜜。了解诸法真实本相的智慧才是般若波罗蜜。要获得这种智慧，需要从实践中体悟到观照事物真实本相。佛法中提到的波罗蜜总共有六种，也就是六种到达彼岸的修行方法。这六种波罗蜜以般若波罗蜜为首要，其他五种波罗蜜为辅助。六种波罗蜜包括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智慧就是般若波罗蜜。六种波罗蜜是菩萨修行的方法，是到达彼岸的途径。总之，就像盲人需要眼睛一样，我们在修行中唯有大智慧才能驱使六种波罗蜜成为到达彼岸的途径。佛经强调，如果在修行中没有般若，布施只能获得世间功德，但最终要偿还余下的债；持戒只暂时生活在欲界内，最终会重蹈覆辙；忍辱只能获得正常形体，无法证得寂灭忍；精进虽充满热情，却累积生死轮回，无法进入正道；禅定只依附于表象世界的禅定，无法达到金刚定。而无论多么行善，如果没有般若指导，最终会成为有潜能的因，无法实现无为果。因此修行时一定要以般若为眼目，在信仰和修行中要以般若为正确的信仰引导，只有借助般若的智慧，我们的信仰和修行才能扫清所有的执着和障碍。一般来说，生死就是这边，涅槃就是那边，烦恼就像中间的湍流，而般若就是我们的救生艇。乘着般若的救生艇，穿越烦恼的湍流，离开生死这边，抵达涅槃那边。这一切的过程都在我们当下的一瞬间完成，大家一定要理解这个意思。只有在当下一刹那修行，才能真正时刻保有正量，时刻享受福果。如果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死后，你永远不会得到福果，永远不能领悟，同时也很难建立起对修行的信心。那么如何才能击破烦恼，超越生死呢？必须准确观察一切事物缘起性空的真相，在缘起性空的法则中观察，了解所有事物都不是固定，不是永恒的，不是痛苦，也不是快乐，不是我，也不是无我，不是有，也不是无，消解所有对立念，但也不能执着于有我、无我、非常、非断等观念。若执着这些观念，会成为障碍，即所谓的法执。执着我或法都是障碍，那该怎么办呢？应该舍弃所有观念，除掉一切言语，超越所有心行，从本来就不存在生死的状态中，像涅槃一样，一切事物也是如此，这就是事物的真相。大智度论卷十八，涅槃就是寂灭，寂灭即是烦恼永无。涅槃的境界其实本来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本性，每个人都与之相应，只是被烦恼的屏障所遮蔽，所以涅槃的境界无法显现出来。为何不能执着涅槃呢？因为涅槃本身就是我们固有的，在不从外界获取的情况下，在我们心里就已拥有，就像镜面的光芒一样。我们内心的这块镜子被尘垢覆盖，借着修行让这镜面尘垢消失，光芒闪烁。所以我们要避免执着，执着会成为障碍。我们能够观察一切事物的真相，从本来就不存在生死的状态中，思维停止，烦恼和谐，生死与涅槃不再分别，此岸与彼岸也不再分开。此时生死已不再存在，涅槃也无需证实，当下既没有生也没有死，当下就摆脱生死，当下无所依附，当下随缘度众生，度众生也不执着相向，度而无度，无度又无，这就是真正的解脱。这时候无边无际的晴空，一切都如空无一物，涅槃的功效，般若的力量在此时得以完满。知道了大智慧的重要，放下一切的执着，达到彼岸就是大自在。
心经一开始就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观自在菩萨可以理解为一个菩萨的名字，也可以理解为所有修行般若的人。我们的人生被各种限制、各种追求和执着所束缚，因此才有了烦恼和痛苦，无法自在。心经告诉我们，只要认识到五蕴皆空，就能够解脱一切困扰，解脱了一切困扰，就能过着心无挂碍，不再恐惧，远离虚幻幻梦，达到最终涅槃的境界，获得大自在大自由。人生的真正自由潇洒就在这里了。关于自由有许多解释，根据《法华经》的意思，就是要解除所有的束缚，心灵得到自由。束缚就是有着各种执着烦恼的困扰，只有彻底抛弃这些束缚，也就是解脱一切困扰，才能心灵得到自由。自在在修行者的生活中有不同的表现，有所谓的十种自在，也有讲述五种自在的。现在来介绍一下五种自在。我们学佛的最终目的就是希望我们的生命摆脱一切的枷锁，放下一切的负担，使我们的身心真正能够生活在一个自由自在的状态中，这才是我们真正向往的生活。这样的自由自在表现在五个方面。寿命自在，普通人的寿命长短不由自己，但破除执着，理解五蕴皆空的菩萨能掌控自己的生死，可以在寿命长短生死来去上自主，就像一瞬间无穷尽，刹那间非短。比如我们熟悉的阿弥陀佛就代表着无尽寿命，无尽光明。这是因为阿弥陀佛已通达大悟，彻底领悟，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因此能够拥有无尽寿命，无尽光明。我们普通人的生命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有各种追求，未达成会带来烦恼和障碍，表现在具体生活中即为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遇到好事希望持久，然而花朵无常，筵席终会散。不如意的事我们希望永不遇上，但现实常是出乎意料。所以说常有不如意，可定自心愿。如何打破时空束缚，获得无尽寿命，无尽光明？关键在于理解五蕴皆空，生命自在。生即受生，菩萨能跟随众生化生，拥有自由自在，众生随业轮回无法自主，菩萨随地应对，处处回应，常在救度众生。菩萨能够自由应对生命的变化，而普通人则不具备这种能力，所以我们需照见五蕴皆空，才能逐渐抵达生命自在。物质自在，色就是物质，菩萨能随物质变化自如，这是普通人无法企及的。物质也可以理解为财富，大多数人希望拥有财富，但真正富有的人很罕见。大多数人渴望支配物质，然而绝大部分人无法实现这一愿望。我们通过修行除去妄念执着，消除不当追求。若获得物质自在，需为了利益众生，而非埋首于个人物质欲望。若为个人欲望，永难达到物质自在。心境自在，心即心时，我们能控制自己心境，只有让内心顺应法则，以菩提心为指导，朝向净化方向发展，才能获得心境自在。但普通人连心灵本质都未明了，如何控制心境呢？必须学习佛法，学习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了解心灵，才可操控之。智慧自在，普通人无无漏智，更不具智慧，更谈不上自在。菩萨开悟，掌握无漏智慧，自如运用智慧教化众生，自他两利。这种智慧是菩萨的领域，菩萨的境界，菩萨的生活方式。所以观照自在，解脱困扰，才能获得相对的自在，而非大自在。只有远离虚幻梦境，心无执念，无所畏惧，才可拥有受自在、生自在、色自在、心自在、智自在，那才是真正的大自在。